听说台湾有电竞选手要出国比赛，是的，没有错啦！英雄联盟世界大赛，这你也懂。其实我也是电竞高手，只是我玩的是新街头。很高兴看到台湾的电竞高手在自己喜爱的领域花花花。政府的力量有限，但民间的力量无穷。面对强大的敌手，无需害怕。来到我的身边，给你们 support， 看我们并肩作战，台湾的电竞加油 ！S5 世界大赛，台湾队伍有 AQ 山间狼代表出赛，10月11号下午4点开始，在 Y 一厅3楼开放免费观赏直播赛事，其余赛程由网络直播，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电竞选手加油！又 carry 了一场。